为什么只有我会这样？我也想和大家一样。肉羹炖不好吃吗？你自己回去试试看哦。为什么不吃？很浪费。干什么事？有病哦！啊，神经病啊！好啦，同学们，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，学校准备了两大包饼干给大家吃哦。OK， 好好，那我们现在从右边一排一排有秩序的过来拿好吗？好。易建宁，你到底在挑什么？很慢耶，快一点啊。没关系，你们吃就好。哦，挑了半天又不拿，奇怪，拖拖拉拉。怪，每次都这样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挑了。易爷呀。我也好想和大家一样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为什么他跟我们吃的不一样？不知道哎，我试试看。什么味道啊？我来闻看，这个牛奶好像也怪怪的，它是不是嘴巴坏掉了？不然把我们的食物放进去，看它会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去拿，快点，加进去，全部加。好，加太少了，他不是想吃肉跟蛋吗？为什么只有我会这样？我也想和大家一样。姐姐的故事，姐姐得的是一种很少见很少见的疾病，丙酸血症。我不能吃蛋豆鱼肉类的食物，不然可能会呕吐、脱水，甚至是没力气，最严重可能会失去生命。那这个病会好吗？那姐姐，你会传染给我吗？罕见疾病呢，是基因上的疾病，出生时就决定好了。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哦。可是因为这个病，姐姐得一辈子控制饮食。所以啊，你们要好好珍惜自己健康的身体。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罕见疾病，你们要懂得尊重、理解、体谅这些和你们有一些些不一样的人，好吗？好。